不知不觉间，至亲见化，妄念前消，千知断念，妙用在此。只要一直这样去做去，什么都不必问，时间久了，自自然然的，不知不觉之间呢，智慧增长，烦恼减少，功夫在增进。这个是很自然的现象。执是执着，情是感情，感情不是好东西，感情是迷呀，这个要知道啊，这一切众生受这个害，中这个毒啊，非常非常之深啊，以为这个是哦，感情好，感情深多好啊，哎呀，六道三途的病根呐，不知道拔除啊，还要培养它，你说糟糕不糟糕？那这个佛法说到这个地方，就有许多初学的人听到了就怀疑了。那这个世间人在一起，要没有情，要没有爱的话，这个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啊？所以叫你把情执舍掉，你都恐怖了，都慌了。其实佛讲的话是真话，叫你舍的是舍掉虚情假意。你们今天认为这是情执感情啊，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你要不相信，你看看那个报纸上，天天都有离婚的，天天都有打官司的，最初都是好好的不得了啊。这不是说明了假的呀，虚情假意呀。他对你怎么再好，你要知道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那就没事情了。为什么是假的呢？他用那个心是妄心，他不是真心，真心立念呐，没有妄念，没有自私，没有执着，那个心是真心。真心里头有真的爱呀，佛门不叫爱，换个名词叫慈悲，慈悲就是真的爱呀，不是假的，真心啊，所以叫慈悲呀。这个世间人呢，不是用真心的，用假心啊，妄心呐，那个心呢，千变万化了，所以那个不是靠不住的，这个一定要搞清楚，搞清楚你的生活就快乐，人家要对你好，晓得假的，不是真的，人家对我不好啊，也不要恨他，假的，不是真的，过几天就好了，过几天就好了，都不是真的吧。对，学佛开智慧啊，就是要了解这事实真相啊，我们生活才快乐，才幸福啊！我们用真心，别人用妄心，不相干。我这一生要出三界，要成佛，他呢还要继续搞六道轮回，那有什么法子呢？让他去搞去吧。他不肯回头，劝他不听，不肯回头，那就让他去做去，反正我们跟他结了缘了，等将来哪一天他回心转意，再来度他，那不迟嘛，这叫真的爱护他了，现在不回头就随他去，让他去受苦受难，苦难到受尽了，觉悟了，回头了，那时候再帮助他。这叫真正的慈悲，所以要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啊，执着感情都要把它化掉，感情就化成了慈悲呀，执着就变成了智慧，
妄念前消，啊，这个妄想杂念呢，自自然然就没有了。本经的宗旨叫我们迁执，迁是除掉，把执着除掉，把妄念断掉，妙用在此。啊，这个地方所说的把具体的迁执断念的方法交给我们了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